哇，这个东西，对，来习题28.2第15题啊，好，怎么办呢？哦，没有问题，你看啦，我们拿到题目是做定积分，对，你看微分分母会不会得分子呢？看来看去，不能，OK，那不能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可能要做一些因式分解哈。OK，我们就这样啊，x 三次方减掉 x 平方减 x 加一，可能分组啦，或者综合除法都可以，OK 吗？好了，我看一看啊，来，有同学喜欢综合除法，我就跟他讲哈，一 OK 嘛，我或者你前两项后两项分组也可以用一带进去，一啊，这综合除法一零咯，零负一，负一零，OK 嘛，好，这里就是 x 减一哈，好，余数这里，所以就是 x 减一，x 平方减一，OK 啊，等于 x 减一，x 加一，x 减一，好，来整理完一下。等于 x 加一，x 减一的平方，OK 吗？好啦，所以就是因式分解的话，不管是用综合除法啦，或者是分组，OK 都可以。所以怎样做啦？所以我们这东西啊，我们就这样做哈。x 三减掉 x 平方减 x 加一就会等于，好啊，x 加一，x 减一的平方等于好。哇哦，x 加一啊，因为它是 proper 嘛，就直接分了哈，不是 proper 就要常除法，OK 嘛？好，这 x 减一的 b，好，这平方化就 repeat 的嘛，OK，就模棱这个 b 的话就跟次方一样，OK 嘛？可以啊，好啊，来，好，看这项，好，怎么把分母给 k 掉它呢？左右各乘怎么把它 k 掉？来，注意哈，来，哦，x 加一。x 减一的平方等于这个哈，我先写一下，要乘上什么才能把分母去掉？就是等号，这个等号左边的分母去掉哈。好，来，我一步步来哈。好，乘上什么东西？来，同学，哦，乘上一个 x 加一，x 减一的平方了哈。OK，可以吗？同学，我是这样慢慢做给大家看的啊，我避免让大家。讲太快会 catch 不到，OK 啊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最近要把等号左边分母给干掉，OK 吗？这样所以 x 等于到 a，是不是 x 减一平方对不对？加上 b，多少？x 加一，x 减一对不对？加上 c，啊，x 加一呀，OK 啊？这没问题嘛？OK，这个 x 减好了，好，造零来，x 等于多少？x 等于一带进去，一等于零。加零加一加一二 c，所以 c 就等于二分之一咯。OK 啊，好，再来 x 等于大于带负一进去啊，来造零是负一，等于负一减一等于四 a，加上零加零，所以 a 等于多少？负四分之一。OK 啊，好，再来，哇，再来带什么？这不能零哈，带故意 x 带零进去了，x 带零进去，来 x 带零就是零。没 a 零带进去零零零心算啊，零加一零减一好，负 b 零再加 c，OK 吗？好，个别再带来 a 多少，把刚刚结果带进去啊，b 没有对，c 是二分之一对，所以 b 等于负四分之一加二分之一，计算机按下多少了，四分之一，OK 吗？好啦。所以我们很顺利都算出来，可以吗？所以 a 就是负四分之一哈，偷偷写一下 b 四分之一，c 二分之一哈，OK 啊，好，哇，我们很顺利就算出 a、b、c 的对，所以是负四分之一、四分之一、二分之一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前置作业，做好了马上进入，OK 吗？所以定积分二到五，OK，定积分二到五，x over。x 立方减掉 x 平方减 x 加一 dx 等于好，经过千辛万苦是二到五哈，好负四分之一 x 加一加上四分之一 x 减一加上二分之一 x 减一的平方 dx 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好来，等于二到五负四分之一 x 加一，OK，微分下面来上面，OK，没问题啊，这四分拿出来。微分下面等于上面等于二分之一，x 减一的平方，所以我们就弄成这个哈，负二，OK 啊，好来用猜了哈，
拆完验证 ，OK 吗？来，微分项等于负四分之一的 log x 加一啦，加上四分之一 log 的 x 减一，对不对？加上，因为这个是 a 这个 x 嘛，你就微分项等于一，所以应该是没有影响，没有影响，不是应该 OK 吗？负一乘 OK， 有对吗？好，唯一的回吗？哎，唯一的回 OK 了咯，啊，就敢敢做了啊，因为唯一的回嘛 ，OK， 二到五好了。好，我写正啊，有同学说老师我喜欢正的先写，好了，你正的先写 ，OK， 就系数是正的写一下去，比较容易看嘛 ，OK， 看嘛，这两个互换位置一下，位置互换可以嘛，然后减掉二的 x 减一咯，啊 ，OK 啊，二五来，有同学说老师我在化简好了，这个四分抽出来嘛，减的就是除哈，可以吗？OK， 这里啊，这我就当大家是没问题。OK， 好来五二啊，好来四分之一绝 log 的绝对值五减四 ，OK， 这六啊，减掉二五八对不对？好，减掉二带进去，二减一，一二三 ，OK 嘛，减掉二二一二分之一哈 ，OK， 好。绝对值怎样？绝对里面正嘛，有没有绝对值都一样，可有可无，可以吗？好，减掉多少？这里对不对 ？log 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来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抽出来，然后减的就是除哈，二分之三除以三分之一咯。好，负八分加二分之一，计算机按一下八分四啊，八分之三，所以等于多少？这约约嘛，约约的哈，所以四分之一。log 二加上八分之三 ，OK 啊，好，就这样没问题啊。四分之 log 二加八分之三 ，OK 啊，好，就这样了哈。Good， 好，你可能做到积分这里，你每次做完积分，你就微分，微的回就对，微的回就对，这微的回吗？微的回就对，要养成一个习惯啊。做完积分马上来验证一下，那万无一失可以吗？如果有问题再做修正就好了 ，OK 啊，好。